根据统计，若是发生紧急状况的时阵，会当伫四到六分钟黄金救援阶段使用 CPR 加 AED， 会当有效提升患者的存活率。一间企业易达通网络系统公司在捐赠一部 AED 给云林乡保重时，共同加入挽救生命行列。企业易达通网络系统公司将 AED 自动替换心脏电极驱颤器给云林保重时，由保重时主委代表接收。为了要在紧急状况发生的时阵，会当在黄金救援时间内抢救生命，彰化县消防局配合县内医疗院所推广 CPR 的训练，并且在林调较侪所在设置 AED， 希望会当增加病人的存活机会。但是，并不是每一个林调较侪所在拢有 AED， 所以企业易达通网络系统公司得捐赠一台 AED 给云林保重师。是着阮丈人甲阮某的 case 啦，啊，因为阮公司伫即个大肚山遐有吼，遐嘛有一台啊，就是讲哦，山友若万一有啥物状况，会使来用安尼啦。啊，因咱保障是即个乡信徒真侪嘛，有当时啊，你若讲有无拄的所在会使用，啊，即摆车无发生来管一台车安尼。保障是注意嘛，感谢企业的善心，即台 AED 嘛将放伫庙前，万一若是有需要的时阵，会当发挥紧急救援的功能。那今天就吼，感谢咱廖董事长吼，对咱保重市吼，即个信徒的关爱吼，我无少重视吼，关咱即台买的 AED， 所以讲吼，今仔办迄个咱教育训练哦，希望大家吼认真听吼，也大家拢会较适应，即个我当救万民。首先感谢易达通董事长廖显辉董事长吼，今天热心公益捐赠 AED 系统给我们。分院保障室，我们知道心脏病是台湾现在死亡排第二的一个高危险的一个疾病。那在八大地区，政府有规定八大地区一些交通要地、观光地区、文化产业园区，都需要设置 AED， 然后来做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置。那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廖董事长，捐赠这一套设备到我们的分院保障室，因为分院保障室是三级古迹，那平常的时候游客非常之多，乡客也非常之多。那我觉得设置这套系统，更可以在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，让民众有需要的民众得到适当的处置，增加存活的几率。今天真欢喜啊！知影就是讲，这种咱的体外心脏的那个按摩器哈，对咱在室外这些活动的人真重要。尤其是咱保障师，保障师吼，乡会真兴旺，啊来遮拜拜吼，逐年拢过了千人，过了万人啦吼，啊第一有这个物件吼，啊来寄付给着咱保障师，我相信吼，对保障师也好，对咱云林乡民也是，甚至来拜拜遮乡民吼，是地大福音啦吼。内政部消防署统计，台湾逐年大约有将近两万人发生到病院进程心肺功能停止，其中有七成发生伫厝内。那是在黄金救援时段，会当马上进行急救，就会当有效增加患者的存活率。新竹华新闻北边林分行蔡宏报道。